睡得正香呢，听到噼里啪啦的，好像是下雨了。七哥说：“看一下，前车挡风玻璃这一块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个雨滴了，好像是越下越大了。右边这一块呢，已经明显的感觉到在漏雨了啊！赶紧给这个车窗户这里这一块给它摇上去，要不然越下越大就不好了。现在打开这个车门啊，看看这个外面吧。哇！”这个雨下的还是蛮大的，我的鞋子的话都湿透完了。看看我的东西都在这一块，其他东西淋雨的话好像没什么，就是那个瓦漆罐淋雨，不知道有没有事。哎呀，赶紧关上吧！哇，就开门的这一瞬间啊，你看，身上，这里啊，下面都湿透完了。昨天晚上小白就是睡在这个位置的，下面我没有给他毯子，给毯子怕他太热了。睡得还是蛮香的，这回的话又睡着了，肚子还是圆乎乎的。本来想今天钓点鱼喂它吃的，今天下这么大的雨，我估计是没办法钓鱼了。前面也是开了两辆三轮车啊，估计是钓鱼的吧。我也是发现到了，车上面贴这个雨媒啊，并没有什么用啊，这个雨还是会进来的。看这边进了好多的雨滴。只能说贴了这个雨媒之后啊，这个纱窗网这一块不会进水了，还有就是这个胶条这一块掉掉了，啊，一直想买双面胶，一直没有买哦，四面都掉了，到时候看看怎么弄啊，给这一块给它粘一粘，要不是老往下面垂啊。雨的话越下越大了，刚才我看到噼里啪啦的闪了一下，好像是打闪电了啊，有个天窗还是挺好的，可以看到这个车顶啊。我现在担心的不是打雷，也不是下雨啊，担心的是车子陷到这里面出不去啊。因为雨一下大的话，我这个车在这个草丛里面，可能很难开出去啊。你说现在开出去呢，还是说今天就在这边待着？现在我也不太清楚啊，犹豫不决啊。我这辆车呢，就经历过一次下雨天啊，那个时候呢，这个车的那个雨媒也没有弄。纱窗也没有弄啊，今天这个下大雨，到时候看看车子会不会漏水啊。充电器的话，我都放在边角这一块，充电宝啥的都在一块啊。雨的话已经滴到这里了，可以看到这个雨滴的痕迹了。车窗户这一块给摇上去了。我之前买的驱蚊的这个东西啊，感觉是智商税啊，买了放在车里面一点卵用都没有，蚊子还是会进来。看看今天吃点啥哦。哎呀，没办法，钓鱼给乐乐吃了，只能说是吃一点这个饼了，也不知道他爱不爱吃啊。一个是煎饼，一个是这种圆饼啊。先不管乐乐了，我先吃一点，解决一下这个肚子吧。正好听着这个雨声啊，特别的安逸。完了完了，小白不行了，小白不行了，怎么回事？开始抽搐了，我的天啊，这什么情况？小白呀，小白呀，你到底怎么了呀，小白？我的天啦，这小白到底是咋了呀？怎么抽搐上了？小白呀，小白，我的天啦，这什么情况？这小白不会嗝屁了吧？哎呀，我的天！